家好，今次喺觀塘繼續去食方提。今次中午去觀塘港鐵站 APN 商場旁邊嘅 OPC 一亞太中心，喺呢樓 OPC 搭 lift 上去5樓。今次就到呢間餐廳食佢哋嘅中午飯堂。佢哋嘅午市飯堂係中午12點食到下晝3點，食足3個鐘。星期一至五就248蚊。星期六日公众假期就收268蚊，仲要收加一。呢张系晚市嘅时间同埋价钱，大家都可以睇睇。餐厅地方好大，有好多卡位。呢头系自助区，睇睇有啲咩食。冻海鲜有青口、虾、蚬。呢头系炸生蚝、小丸子。水煮田鸡、金文蛋煮娃娃菜、水煮鱼，仲有一大兜榴莲蓉。呢度有小食、螺头、笋片、中华沙律等等。水果同沙律菜，呢度系寿司、酿茄子、日式冻豆腐。呢边系多士，呢个系虫草花花胶鸡汤、鲜奶燕窝。佢哋有一个大雪柜摆晒饮品，有冷泡茶、纸包饮品、中式飲品、罐裝汽水，仲有罐裝啤酒。呢邊有清酒、梅酒、果汁同埋自助咖啡機。呢度有熱水機同埋軟雪糕機，有一個大玻璃櫃放甜品，有糯米糍、泡芙、布丁杯、慕斯杯、盒装豆腐花同埋炖奶，甜爆谷都有。最后系雪糕、雪条、H 字牌嘅雪糕任食，其他嘅食物就用 QR code 自己手机落单。点咗一啲食物，大家一齐睇睇。佢哋嘅冷泡茶，少少茶香，好饮嘅。呢个系烧生蚝，都算大只，蒜蓉辣椒酱油调味够香，蚝身饱满，肉质嫩滑。呢碟系烧扇贝，同烧蚝嘅一样调味，加咗粉丝。扇贝算大粒，够淋够滑。呢碟系烧乳鸽，肉质都嫩滑，够咸香味。呢个系炆花胶，好大块，爽滑有弹性。呢碟系蟹黄豆面，又香又爽。小炒黄味道就麻麻。呢个系刺身拼盘，几多人食就点几多个人嘅份量。有鲍鱼、甜虾。有带子、三文鱼、吞拿鱼、北极贝、八爪鱼，仲有蟹脚，全部刺身质素同味道都可以。呢碗系虫草花花胶鸡汤，好足料，够润鲜甜。水煮田鸡同埋水煮鱼味道几好，小食啲味道就普普通通。寿司又系普普通通。呢个泰式虾肉够爽，黑
從老大黑麵味道幾好。呢碟係炸帝王蟹柳，外脆內軟，夠香好味。炸雞翼都好食，天婦羅嘅蝦外皮酥脆，裡面嘅蝦肉爽彈。炸南瓜同番薯仔夠綿滑好食。呢碟係燒和牛粒，肉質夠腍，味道夠香。燒牛脷味道可以嘅，燒羊架就味道一般。呢碟係燒比目魚，魚肉夠滑，味道可以接受。呢碟係燒鰻魚，肉質爽彈，醬油味香濃。燒脆肉骨夠爽甜，燒菠蘿好香甜。呢碟係燒榴蓮，鍾意食榴蓮嘅最正啦，任點任食。大大件，香甜夠滑。呢個係羊腩煲，有齊冬菇之竹，野味香濃，羊肉少少肥，夠腍夠滑。呢個係壽喜燒，有幾塊好大嘅牛肉，肉質嫩滑，仲有金菇、豆腐、小菜，湯底帶甜味。呢個蟹黃粥，鹹蛋黃味嘅，味道麻麻。跟住食一大堆嘅甜品，呢個係炸鮮奶卷，外層鬆脆，裡面嘅鮮奶香甜好味。泡芙、烏屎杯，味道普通。有一隻蟹，唔係佢啊。朱古力糯米糍，軟滑香甜。呢碗鮮奶燕窩，香甜夠陽。呢度係燕窩椰皇燉奶，少少椰香，少少甜，燉奶夠滑。呢個軟雪糕夠香甜滑。H 字牌嘅雪糕任你食，試下呢個魚形嘅雪條，原來係脆皮雪糕。最後食埋水果，圓滿結束今次嘅中午訪談。總結今次嘅中午訪談，食物嘅款式同種類非常之多，大部分嘅食物質素同味道都幾好，只係得少少食物味道麻麻。有三個鐘任點任食任你飲，只係收273蚊，真係好抵食。如果想食，記住要預早訂位，下載佢哋餐廳個 app， 新會員咧全單減20蚊。中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按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